狗鞭有。狗鞭有。老板娘问要狗鞭不？不要，我要吃鸡就好了，我烤鸡吃。今天没下雨，螃蟹放牛去了。我买了两只鸡，等一下带过去烤啊。我先在这边把这个鸡呀、处理一下，给它包好了带过去，去野外生堆火就可以了。啊，先腌一下啊，蚝油、生抽、老抽，给它腌一下。这啥？这个辣椒酱。给力，给它腌一下。虽然没下雨，但天气还是比较冷的。哎呀，寒风刺骨。哇，腌的真可以啊。哎，漂亮，搞定！拿过去放牛，边烤边放牛，出发！这儿，螃蟹在下面，烧火烤鸡。这个天气的柴火有点不干燥啊，尴尬了。没有两三个小时是没有鸡吃的。马上就可以开吃了，给我烧焦了，这火有点大。老二那个憨憨来了，先交下罚款。交罚款，你交多少？这是我的地。扫一下，给你方便交一下。一，好了，两件，扫好了，两件扫了。什么阴灵呢？扫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么差的烟，不是？别抽，那就别抽。真的？熟了。真的？熟了吧？是吧？哇，来个这个，说这个。螃蟹在对面放牛啊。我土豆妹来了，我要等一下她。拿一只给螃蟹吃。哦，赢吧你？不会吧？这么赢吧你？啊，拿拎过去。我刚先放着，等融掉了，我不会。不会，人家熟了啊，没熟的也不能怪我了。你看，就融掉了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还不会。可以，走到过去给我 K 了。快，你在墨迹真融化了，给你螃蟹吃这一只。啊。然后我留一只给土豆妹来一吃啊。鸡呢？鸡在这里面，看，别摸会烫哦。嗯，摸。哇，熟了。熟了，熟了，小只鸡肉。来不来个烤火？来吧。哎，烤的不错，这黑的是辣椒，把它剥了就没有黑的了。这边有香吗？有味吗？好吃吗？别急别急，我帮你撕一块。哇，哇好烫，哇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不及了，快快，香啊！嘿嘿嘿嘿嘿，哇，这个母鸭也好甜呀！啊，我也想吃。好吃，真好吃。不烫吗？慢点，慢点，我祖宗给人运了。嗯，好吃。我都一年没吃你烤的鸡了。好吃吧？哎，香不？香。啊？香。妈，我们去这里。那鸡腿摸摸来。哇！谁吃啊？我就妈妈吃，爸爸吃。啊？宝宝吃。这个鸡腿好漂亮。哇，这皮好吃。这个鸡腿。慢点，烫不烫？
哎呦，鸡腿哥果然名不虚传。哇，是吧？别吃！我不吃，我吃过了，我不吃。呀，先给我这吃。真不吃，真不吃。吃！哟，我吃别的，我吃了饭。吃！不是，不是我吃。吃别的，让我。嗯，好吃吧？爸手艺还可以吧？大宝怎么没来？他不来，我跟他说了不来。烫不烫？烫不烫？烫不烫？慢点，猛烫啊！鸡吃完了，接着放牛。今天就到这，老二在那里 WC 。